么重啊？小蜜，小蜜，你没有吃午餐哦？有啊，我有吃午餐啊。那你的便当盒怎么还这么重啊？哦，那是因为我很乖，老师就请我吃披萨，然后便当就没吃了。哦，以前小蜜很乖，故受老师请小蜜吃披萨。彤彤姐姐，你刚刚说什么什么受什么什么？我说以前小蜜很乖，以前就是因为的意思。姑受老师请小蜜吃披萨，姑受就是所以，以前姑受因为所以。这样我懂了。哇，那小蜜，你一定是做了很棒的事情，老师才请你吃披萨，对吧？因为呢，我自告奋勇帮老师保护披萨，所以老师就请我吃一块披萨。那我明天也要主动帮忙老师，彤彤姐姐，我明天也不要带便当了。啊，我觉得还是带着好了，不然万一老师真的不需要帮忙，你不就没有午餐吃了？对哦。好吧。隐藏，因为，隐藏，因为。彤彤姐姐，为什么你的果汁比较大杯？尹珍，我比较口渴啊。彤彤姐姐，那为什么你的蛋糕比较大块呢？尹珍，我比较饿啊。我也很饿啊。不然我们两个交换好了。哦耶，谢谢彤彤姐姐。姑受，所以，姑受，所以。彤彤姐姐，我今天有把便当吃光光哦。姑嫂呢？姑嫂，你应该要奖励我，带我出去玩啊！好好好，没问题。隐藏、姑嫂这两句客家话常常用到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伟呀。